笑的扣一，没笑扣二。这里，停下来。坐不下了。啊，停下来，这里。坐不下了。停。啊，坐不下了，坐不下了。站住！快点了呀！拿着这个，我跟大葱都用这个。你别把头转过来啊！啊，冷，烫死我了！把热水是吧？喝一口啊！太狠了！接下来由我来揭晓今晚的最重要的奖项——年度最佳渣男奖。年度最佳渣男奖的得主是海伦，掌声恭喜！哇，这个奖项真的是实至名归呀！我真没想到我能拿到今天这个奖，今天真的是我难忘的日子，天道酬勤。我要感谢的人有很多，最后我更要感谢那些被我欺骗过的女孩。我会说，我只蹭。